非常谢谢大家这次让我秒杀，让我秒杀降落800英尺、500英尺，降落，让秒杀降落嘞。中华路二段五四号，秒杀降落。如果再加场的话，也要降落哦，秒杀。啊，不要买黄牛票哦，不可以哦。我今天应该要准备那个爆米花。加拿大好处，很久没有跟大家直播聊天了，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秒杀耶、yeah, 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明天再见秒杀了，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。然后看到满满的要求加场的这个讯息，好的，这个与团队在讨论当中，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。阿姨，阿姨是德鲁，哈哈！非常谢谢大家这次让我秒杀，让我秒杀降落800英尺、500英尺，降落，让秒杀降落嘞。中华路二段五四号，秒杀降落。如果再加场的话，也要降落哦，秒杀。啊，不要买黄牛票哦，不可以哦。今天应该要准备那个爆米花。加拿大好处，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